现在能不能就调整一张，给我们一勇看一下，调整到什么程度？不是要反手啊，不是这个要反手了。对啊，这个就是上船的旅客要随身携带一个反手。他本来是在这个地方搬嘛，很正常，因为他是不能搬的嘛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这样操作两下都累了。乱在这样冲的话，你乱在再弄，对啊，而且今天很不舒服啊。刚刚很多人打电话给文员。这个怎么解决？四号那天你们说要把它重新调整，叫厂商来调整吗？不然可以吗？这种角度难道没有办法可以弄？当然可以，要求不行。顺的角度，然后你固定也 OK 啊。这比如说以前它是可以这样调整的，那我们选择一个往后，像现在是这样啊，不要是这样啊，要这样。那你弄好以后，再把手稍微有一点点，对啊，就是你固定的部分，你的角度啊。觉得这样你不要吃对呀、啊，他固定线没办法把残额先拿掉，一旦就当成网络上不能控制你啊，你只要谈，就把这个螺丝它的固定这个螺丝把它拿掉，恢复的原来的样子，要按要怎样恢复的固定，没有坏掉的，坏掉就是坏掉就把它固定嘛，就恢复到不是全部的，对，先恢复到以前有一个角度，对对对，可以啊，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的，按要就把它固定了，对，换一个是。如果这个椅子啊，这个消耗，那可能我们明年。我那天听你说一张很贵，一张要多少钱？看起来很普通哎。是我们楼上那个是。这个一张要一万块末了，不是新加坡贵，是翠绒，因为太小了，太宽了。谢董那边没叫他叫个人叫个人过来。如果说我们要弄的话，干脆先把水螺丝先全部都拿，恢复到以前那样，恢复到以前那样子。然后呢，真正有损坏有损坏就把它固定好，先固定好以后，然后以后看看跟我跟谢董再来。你现在干嘛这样？